们要进入一个很简单的主题，就是什么叫做负数，我们怎么定义它，定义完之后它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比如加减乘除，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看它？那加减乘除完之后，那个是小孩子的事情嘛，对不对？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讲什么，什么叫微分，微分完之后我们要讲什么叫做积分。 OK， 在这个讨论微分跟积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发觉啊，诶，它有它的一些优点呢，它能够解决到某些问题，很好玩的地方。 OK， 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介绍呢，能够让大家对基本上有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会花一大部分的时间呢在积分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怎么样个积分，到底我们复数的还有什么样的用法可以用得很棒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头，我们没办法解它，因为它的几何形状太复杂了，但我们可以透过复变呢也把它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去。你可以发觉我们这一年做了太多次这种事情了，现在只是说我们这么多工具，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而已。那么今天的工具呢，这次要介绍的复变里面呢就比较新。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复变到底是什么。 Complex number， OK， 方圈 and conformal mapping。 OK， 好，我会一个一个慢慢的来讲。好，好，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我们怎么来定义一个复变。要定一个复变呢，就好像我们定义一个坐标系统一样，很像。OK， 一个复变 z 它是个复变，就好像我们设定了一个未知数 x。或 y 一样，它是个实数，对不对？那复变怎么定义呢？我们的写法就是三条线就是定义，是写的 x 再加上 i y， OK， x 跟 y 呢都是什么 real number， real number 你们是用大 R 是不是？你们以前学的是大 R， OK， 再加一杠，哪边是这边哦、oh, ，OK OK， 这样子，好，好，这个叫做 real。那 i 呢是什么？根号负一，对不对 ？OK， 我们就这样子来表示它。所以呢，我们任何一个数目字都可以这样子写，那就代表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假设要定义一个 plan， 一个面，一个面的话，那我们怎么来定义一个 complex plan？ 我们的定义方式是这样子：我们画一个横轴，表示 x； 纵轴。表示 y， 那你说哦，这个不是我们的卡式坐标系统吗？没有错，只不过我们现在实轴 x 代表的是什么？是在 z 上面的实数的部分的数值。y 代表的是什么？它在虚轴上面的数值。所以这个是什么？实数轴。这个是什么？虚数轴。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点在这个空间上面，任何一点，比如说这一点 x y， 它代表就是 x 加上 i y 的这个复数的 number。 当然你可以把它写成 x 加上 i y 或 x y， 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它写成为极坐标形式，比如这个叫 r， 那么这个叫做 theta， 好吧， either way 都可以。也就是说你在写下一个数目字的时候，你表达它位置的方式就是在这上面打个点，这个点的实数轴的投影量就是它实数的值，虚数轴上的投影量就是虚数的值。那这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 number z1， 它当然是 x1 再加上 iy1， 就好像说这个是 z1 好了，那我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叫 z2 的？当然可以嘛，对不对？好，
那我们就定义另外一个叫 z2。好，那我们就把几个很简单的，我们一次就把它写下来。反正我们大家早就知道了。高中有学过复变，对不对？有没有学过？高中有没有学过复变？有嘛，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把高中的部分把它复习完。OK。第一个相等，什么叫做相等？Z1 要等于 Z2， 那么代表了一件事情是实数跟实数的相等， Y 虚数跟虚数一定要相等。 OK， 这个是它基本的要求，这个才叫做相等。好，那这个太简单了。好， Addition， 我们怎么来相加？ Z1 再加上 Z2，假设我们要直接这样子写，就相当于 x 再加上 iy1，x1 加上 iy1， 再加上 x2 再加上 iy2， 很简单，我们也是一样，把它写成为实数的部分在这边，虚数的部分在这边，两两相作，这边就 x1 加 x2， 后面就 y1 再加上 y2， 对不对？哎，太简单了哈。好 ，multiplication。乘 z1 乘上 z2， 当然根据我们定义先把它写下来， z1 乘上 z2 相当于，这边有两个项，这边有两个项相乘，就互相乘嘛，可以前面乘前面，前面乘后面，加上后面前乘面，加上后面乘后面，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一乘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乘前面是实数放在一起，后面乘后面也是实数，变成负的 y1 y2， 再加上前面乘上后面的是虚数 x1 y2， 再加上前面后面乘上前面的也是虚数，就是这样子了。 OK， 一点新奇之处啊都没有。 OK， 所以呢，既然加是这个样子，那我减呢，减是不是也是一样？那就这样子就好了。抱歉，这边是减，对不对？那就变成前面减，后面减，就好了。除的呢 ，quotient。假设有个 z 啊，是等于 z1 除以 z2。OK， 我们高中的教的方式就是 z1 就照写 x1 再加上 iy1 除以 x2 再加上 iy2， 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非常不喜欢啊，分母的地方还有 i 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有理化了。那我们的做法就很简单，我们后面乘上个一，乘上一就上下两个相等，我们乘上一个 x2 减掉 iy2， 这边乘上 x2 减掉 iy2， 因为我们发觉这样子的乘法最简单。那我们就发觉这一层底下这一层呢，你发觉有个事情，后面这个 y2 前面是负的，根据乘积，这边 y2 要是负的，这边是不是相加？是啊， y2 要是负的，那是 x1 负 y2， 对不对？啊，等于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一样哦，所以你没有一二，没有这样子的哦。y2 前面是它本身是负的，所以这边会有变成相加，变成两倍的是吗？ x2 的平方加 y2 的平方，对不对？它会等于，反正两个相减，一加一减就是前面平方加后面平方嘛，对不对？就变成 x2 的平方再加上 y2 的平方，哦，减掉 y2 的平方，加了吗？哦，对对对，没有错，加上 y2 的平方。然后上面呢，我们整理一下，把实数跟虚数分别放，实数一样是 x1 x2， 虚数的不，那另外一个实数就这两个嘛，就加上 y1 y2， 这是实数的部分。然后虚数的部分呢有什么？这个乘这个 y1 x2， 这个乘这个减掉 x1 y2， 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子写，很快的就把
实数项跟虚数项全部都分开来了。好，讲到这个地方呢，这些的做法其实就类似在坐标上面的项架。OK， 好像坐标上的项架。假如说我们有两个坐标，我们有两条线，好了，我们这样子写，比如说在 addition， 我在这边画个比较小的 x y。假设有一条是在这边 x one y one， 有一个点在这边 x two y two， 相加。相加的意思就代表两两相加，实数加实数，虚数加虚数，也就代表 x 轴上的投影量相加 ，y 轴上的投影量也相加，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好像类似向量一样？这个 x one、x two、y one、y two， 它就会类似这样。你发觉，你用这样子画，用这样写，都 OK。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高中教的一点点小东西哈。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弄到一个，就是说 i 前面可以是正，可以是负的。假设有两个一样的东西，比如说 x 再加上 i y， 我就可以定义另外一个 z， 我看看什么符号，上面加一杠，把它写成 x 减掉 i y， 也就完全跟你一样，唯一不一样就是 i 的前面正符号相反。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是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of z。z 的什么 ？complex conjugate，complex conjugate 叫做 conjugate， 中文叫什么？共轭。OK，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称呢、啊？哈，管它了，反正就是叫 conjugate 就对了。因为平常听到共轭，你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共轭，除非他告诉你它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学中文学共轭，我们就啊很容易了解，换成一个英文字的时候有点障碍。那假设有这个状况，你就要知道它也只不过跟中文的定义一样。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看下面的几个好玩的地方。我们的左边这个版面所写的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那个 XY 坐标的表示式。假如说我们把它拿到一个极坐标的表示式之后呢，诶，它变得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好，我们来看看哈，极坐标的表示式，这就是嘛 polar form。 OK， 我们 z 本来是 x 再加上 iy， 但是我们知道假设我这边有个点叫做 xy， 那我当然可以表达成 r 跟 theta 了，是不是 r 跟 theta？ 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写呢？ x 等于什么？假设根据那边 x 等于什么，是不是 r 的 cos theta 这一段，对不对？ r 的 cos theta， y 呢就等于 r 的 sin theta。 OK， 非常简单。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表示式啊 polar form 的表示式会有 r 是大家共同的拿出来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表达一个复数的。好，其中啊有几个名词啊要请大家记住一下。 r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它是什么？ the absolute value， absolute value 绝对值，什么的绝对值？ z 的绝对值，或者是什么？ the modulus of z。 OK， 我们就这样子称呼。那它的值是等于什么？ r 是等于什么？根据毕氏定理 ，r 一定是等于 x 平方加上 y 平方，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它的值呢一定是什么 ？x 平方再加上 y。好 ，theta 是什么 ？theta 我们给它个名词 ，the argument of z。记住，我们或许呢会用极坐标的概念来看啊，这个就是它的半径，这个就是它的轴长。但我们这边不这样子定义，我们在复变里面给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形式是一样，但名称不同。这个叫 absolute value 或者 the modulus of z。 OK， 就像我们台湾的包子，对不对？到了大陆北方呢，你就叫馒头，
因为呢，他们的包子就是我们的馒头，我们的馒头就是他们的包子，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将名词记起来，这个角度我们怎么不叫做角度？我们叫做 argument of z， OK， the argument of z。那我们怎么写呢？我们就写 a r g 括弧 z， 这个叫做 argument of z。当然了，由我们这边来看呢，它一定是 arctangent 的什么 y 轴比上 x 轴嘛，所以它基本上的算法就 arctangent 的。y 比上 x， 这样子就是。但是要记住，既然是角度，你必定呢，有可能转好几圈呢、啊，对不对？转了好几，你告诉我这边角度多少？我说它可以是 theta， 也可以是 theta 加二拍，也可以是 theta 加四拍，也可以 theta 加六拍，我这多转几圈转回来而已嘛，那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定义一个最基本的。只有在360度范围之内叫做 basic 的东西， OK， 所以呢我们就叫做假设呢 theta 呢假设是在拍跟负拍中间，记住拍跟负拍中间的，所以它定义不是从0到2拍哦，是从拍到负拍中间的。那么这个时候的 theta 呢就叫做什么 the principal value of the argument of z， OK。那么这个时候的 theta 我们就给它一个大写的 a r g 的 z， 小的 a r g 的 z 就是所有的通通都算，管你绕了几圈的通通都算。大的 a r g 这个角度呢的这个 argument 呢指的只有在负派到正派中间的， OK，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 argument z 呢它是在派跟负派中间，请大家记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叫做 triangle inequality。 其实没有什么，它写起来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把两个相加之后取个绝对值，跟两个分别取绝对值，告诉我谁大，它永远小于等于它。或者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它扩充，它永远小于等于分别的绝对值之后的相加。哇，看起来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啊，图画完之后一点都不伟大，简直是废话啊！当然是如此嘛，这还有什么话好讲的呢？假设我们有 z1 跟 z2 相加，我们来画个图一下。假设 z1 在这儿，抱歉，我不画箭头。z1 在这儿 ，z2 呢，在这儿，我们就将 z2 移动一下。z2 呢，我用这个红的哈，我把它移动到这边来，对不对？相当于这个是 z2， 然后加起来呢就是这个。所以 z1 加 z2 的长度当然永远比这两条来的短，加起来短嘛，这简直废话嘛，除非这两条是平行的，那顶多等于而已嘛，对不对？我管你几条，一百万条也一样啊。但是这样画起来一点都不值得，这个写起来是好像很高级，对不对？好，好，感觉上是一个 inequality 的哈，所以我们大家把它记住一下。好，那么我们前面呢有讲到乘啊跟除啊是在 xy 坐标的形式。假设我们用 polar form 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优势？我们发觉有优势，比如说你这个乘积乘完之后这么复杂，那我是连续乘五个呢，连续乘六个呢？啊，对，要是用角度的话，只要乘倍数就好了嘛，对不对？多爽的一件事情啊！我干嘛用 xy 坐标？那我们来看看，好，我们把这个的推导过程讲一下。这个高中也教过嘛，对不对 ？OK， 所以讲到现在还在讲高中，你看看 ，too much simple 哈。好嘞，我们把中间右边的这个呢定义式把它弄掉。哦哦。
OK， 我们来看看，乘 multiplication z1 乘 z2， 要乘的话，根据这边的写法，我们就是第一个 r1 cos theta1 再加上 i sin theta1， 乘上 r2 cos theta2 再加上 i sin theta2， 对不对？我们整理一下，它会等于 R1 乘上 R2， OK， 不管实数虚数都有。那我们开始做个括号了。第一个前面的实数的部分会是这个乘上这个 cos theta1 乘上 cos theta2， 这个乘这个就变减的了 sin theta1 sin theta2， 这个是实数的部分，再加上虚数的部分，虚数部分是第一个减掉后面的，对不对？所以是 cos theta1 sin theta2 再加上第二个减到第一个，那么乘上第一个 sin theta1 乘上 cos theta2， 这一看就发觉它是什么二倍角公式啊，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是就变成 r1 r2 cos theta1 加 theta2 再加上 i sin theta1 再加上 theta2， 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乘个 n 次，这边就把 n 个角度加起来，前面就是它的 r， 我们以极坐标来看呢，类似的半径，就它的什么呀 modular 或 absolute value 的相乘就对了。所以我要是 z1 乘 z2 一直乘到 zn， 它就会等于什么呀？R1 乘 R2 乘到 Rn， 乘上 cos theta1 加 theta2 加到 theta n， 再加上 I sin 的 theta1 加 theta2 加到 theta n。 哇，你发觉真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两个乘起来已经这么多项了，那三个乘起来得了？我乘 n 个人，哇，那根本就算不完。一转到极坐标的表示是，发觉它答案的马上就跑出来，很棒的一件事情。假设每个 z 都一样，那是不是这边要自己乘 n 次？那是不是 r 的 n 次方？后面角度是不是要加 n 次？那就变成什么呀 ？cos 的 n theta 再加上 i sin 的 n theta。哦，这个太棒了，对不对？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好，乘的是这样，那紧接着问一件事情，那除的呢？除的我们怎么做？OK， 我们快把高中的上完了。除了怎么做？好，我们发觉假设用极坐标形式写起来之后啊，很难除，很难除，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乘的方式来处理除。就好像电脑也是用这一招嘛，电脑根本就不会除，它就用乘的方式来处理除，用加的方式来处理减，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怎么做？很简单，我们呢既然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我们先定义 z 就是解答 z1 除以 z2，所以呢很简单，他马上就告诉我们 z1 一定等于 z 乘上 z2 嘛，对不对？我们把几个定义式写一下好不好？ z1 就等于 r1 cos theta1 再加上 i sin theta1， 对不对？ z2 就是 r2 cos theta2 再加上 i sin theta2， 那 z 呢，那当然就是 r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这个乘会做吧？当然会做，我们就把这个乘上这个嘛。根据这边来讲，这还用做吗？就 r 乘上 r2 等于 cos theta 加 theta2 再加上 i sin 的 theta 加上 theta2， 应该要等于这样。这是右边相乘，那左边是什么？啊，照抄啊。左边不就是 r cos r1 cos theta1 再加上 i sin theta2， 对不对？
等号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什么叫等号？等号就是实数跟实数的相等，虚数跟虚数的相等。所以这个等号既然存在，那是不是实数等于实数，虚数等于虚数？好，实数是什么？实数的部分是 R1 cos theta 1，一定要等于右边的 R 乘上 R2 的 cos theta 再加上 theta 2，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看看哈。对，然后呢，虚数的部分就 R2 sin theta 1要等于什么？ R 乘上 R2 的 sin theta 再加上 theta 2。 啊，这样子写好像也看不出，蛮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一样画葫芦？既然这边等号指的是实数跟实数相等，虚数虚数相等，在极坐标的表示是两个相等的时候，两个相等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它 R 要相等，theta 要相等？比如说我是一万 ，R1 cos theta 1，再想 I sin theta 1，Z2 等于 R2 的 cos theta 2，再加上 I sin theta 2。那是不是 Z1 等于 Z2 的话，就代表一件事 ，R1 要等于 R2，theta 1要等于 theta 2，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是不是更进一步，从极坐标来看，这两个要相等 ，R1 是等于 R 乘上 R2，theta 1，抱歉，这是 theta 1，是不是就等于 theta 1再加上 theta 2，这两段一定要相等嘛 ？theta 会等于什么？theta 1减掉 theta 2，所以呢，马上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验证，它马上就告诉你 z 要是等于 z 1除以 z 2，事实上会等于什么样？ r 1除以 r 2，后面呢 cos 的什么角度？ theta 1减掉 theta 2，再加上 i 的 sin theta 1减掉 theta 2，就是这个样子，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们发觉在极坐标好做很多，对不对 ？OK， 好，没关系，算到这边反正都只是跟高中生一模一样嘛，高中教的一模一样。好，这边有乘积的，我们再看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哦。很好玩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边不是相乘吗？对不对？相乘嘛。这个是乘自己啊，乘自己。乘自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假设我把它单独拿来写，是不是可以写成 r？ 后面本来它的 n 次方嘛 ，n 次方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反正大家都有 n 次方 ，n 次方，这个也是 n 次方。所以它告诉我们，这个东西的 n 次方就等于这样子写，直接把 n 乘到 theta 里面来就好。OK， 这是在复数里面才有的现象，所以这是很好玩，在复数里头啦的这个 sin 跟 cos 的这个次方向啊，变得很好很好操作。OK， 好，这个呢，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the Moivre's formula。OK， 所以呢，请大家记住一下。那么再来一个，这个我们再把它 run 一下。 z 的 n 次方，这当然很好写了，我们看看平方好不好，下面的这个平方，我们现在把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平方，假设根据我们的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cos 的二 theta 再加上 i sin 二 theta， 是不是本来是这样子嘛？但假设 我直接这边呢是从负边来的，假设我直接乘开来看看会怎么样，它是不是会变成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再乘上 cos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这会等于什么？我们算一下，会等于 cos cos 相乘减掉 sin sin 相乘， cos 平方 theta 减掉 sin 平方 theta 再加上 i 什么 cos sinsin cos 变成两倍的
cosine theta sine theta， 是不是这个要等于它？相等的意思是什么？实数跟实数相等，虚数跟虚数相等。它马上就得到一件事情，告诉我们 cosine 二 theta 这边的实数要等于这个实数，等于 cosine 平方 theta 减掉 sine 平方 theta。 哎，这不就是我们 cosine 二倍角公式吗？ right？ 再来 sine theta 2 theta 会等于什么？两倍的 sin theta cosine theta， 这也是我们二倍角公式啊， right？ 所以很好玩的是，竟然这样也可以推出二倍角公式，完全都没有相违背的地方，才不过我们在这边用极坐标，结果发现得到一个公式跟以前的极坐标公式互相违背，那就惨了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他没有。哎，还有一件事情也蛮好玩的，假如说我们继续的怎么样把它乘上去，你会得到以前有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去背它的公式。比如说好了 cosine theta 再加上 i sine theta 的三次方会等于什么？假设根据复变，这根本就不用算嘛，它的解直接就是 cosine 三 theta 再加上 i sine 的三 theta。 但假设你真的把它展开来，它是不是等于 cosine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的平方再乘上一次自己，对不对？这个平方项这边已经算过了，在这儿啊，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cosine theta 平方 theta 减掉 sin 平方 theta 再加上 i 两倍的 cosine theta sin theta再乘上后面的这个 cosine theta 再加上 i sin theta。 好，我再去拿一个算一下，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实数的部分有什么？ cosine 乘上这个，对不对？第二个是后面两个相乘变成负号，变成负的两倍的cosine theta 乘上 sin 平方 theta， 这是第一个实数的部分。再加上虚数的部分有什么？前面这一项乘上后面这一项，所以它是 sin theta 乘上前面的 cosine 平方 theta 减掉 sin 平方 theta。 再一个呢是这个乘上这个，对不对？再加上两倍的 cosine 平方 theta 乘上 sin theta， 会这样子。这个跟上面这个一定要相等，实数等于实数，虚数等于虚数，是不是马上就告诉你另外一个公式 cosine 三倍角公式？你有没有背过三倍角公式？啊，希望上加 cosine 啊，你就去背那些，对不对哈？那你看看他告诉你的，他就很简单，有 cosine 的什么三次方，对不对？还有 cosine sin 平方 cosine sin 平方负二负一是不是负三，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减掉没了嘛，是不是？还有没有？没了嘛，就是这样子啊。哎，我有没有算错？没有吧。 cosine 三次方减掉三倍的 cosine sin 平方，是不是？再来 sin 的三 theta 等于什么？就等于下面的嘛。下面的有什么？ sin 的负的 sin 的三次方，再来呢正的 sin cos 平方，正的 sin cos 平方是不是加上三倍的sin cos 平方 theta， 是不是？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假设四倍角公式呢，五倍角公式呢，你按照这样算，你可以全部都把它算出来，对不对？不然你这个乘谁不会乘？乘完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等于什么东西。但是发觉在复数里头，你可以去回去算三角函数，变得很简单。OK， 好。还有一个。高中有教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完，求根。
假设有一个操作是把 Omega 的，抱歉，假设 Z 啊等于某一个复数的 n 次方 ，n 呢会等于一二这样一路上去。请问一下 Z 等于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很简单的，你就说 Z 啊，哇，不应该说 Z 我知道 ，Z 就是什么 X 再加上 IY 嘛。那 W 是什么？应该是这个意思。那 W 就很简单啦 ，W 不就等于 Z 的开根号 n 次方吗？是不是？好，现在问题是怎么求？高中有没有教过？有吗？哈，还记得高中了吗？还记得高中了吗？大概很难记得了，对不对 ？OK， 我们一定要啊想办法去记一个东西，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你不会忘掉的。不然每次学东西读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多痛苦啊，对不对？你要想办法去记那个你会记住的，记那个你不会记住啊，用处不大。就像补习班教的，就是叫你去记那个你根本就不会记住的东西，对不对？考完了两三下就忘掉了，那就没意义了。OK， 好，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怎么弄这件事情。好，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Z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R cosine theta 再加 I sin theta， 对不对 ？W 我可以写成什么？叫做一个大 R 好了。然后叫 cosine phi 好了，再加 i sin phi。假设我这样子写，那我们想个办法把它弄好。z 不是要等于这个的 n 次方吗？我直接取 n 次方，它马上就变成为。它是不是要等于这样子？所以这两边一定要相等嘛，是不是？这两边一定要相等 ，z 要等于它，所以呢，半径长 ，the absolute value 一定要相等，所以 r 要等于大 R 的 n 次方，角度要相等啊 ，theta 等于 n phi， 你这个会不会解？这个就太简单，这是实数嘛，所以大 R 等于什么？是不是 ？phi 呢 ？theta 除以 n 呢？是不是？这样不就好了？很简单。但是呢，这边还没有这么简单。那 theta 除以 n 只是其中一种做法。我可不可以把 theta 除以 n 之后再加二派，再加四派，再加六派，再加八派，再加九派？我加 n 个派，只要是偶数就可以。Right， 所以我比较 general 了，我可以写成 theta 除以 pi。我看看，也就是说这两个要相等。告诉我 theta 再加上二 pi 乘上 k 好了 ，k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于 n phi， 一样的东西。所以 phi。就等于 n 分之 theta 再加上二派 k 等于什么东西？可以从零开始，零就是 theta， 一二这样一路下去，来，一直到哪边？我们呢要限制它一下。它可以一直到 n 减一，为什么？我留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跟它乘 n 倍有关系。OK， 所以 phi 呢就可以写成这样子。那么这样一来就很简单了、啊。W， 我们的 r 呢，买我们的 z 等于什么 ？W 的 n 次方。等于
根号，哦，抱歉抱歉，哎 ，w 等于根号大 r 的那 z 的 n 次方，这会等于什么意思？等于 root value 的 n 次方，后面呢 cosine 的 theta 加二 k 派除以 n， 再加上 i sin 的 theta 加二 k 派除以 n， 其中的 k 等于零一二，一直到达 n 减一就好了，很简单嘛，对不对？